8月5日消息，吉米 H6 Pro 4K 旗舰投影仪和 H6 高亮定焦版现已上架京东，售价分别为7499元和5699元。目前，吉米两款新品的商品页面暂未公布配置信息，两款新品将在8月8日正式发布，8月17日正式开卖。据此前报道，吉米科技在今年2月份推出了旗舰 H 系列全新产品吉米 H6 4K 版，支持无损缩放光学变焦。吉米 Mavic Pro 鹰眼 3.0 Pro 售价6999元。新款吉米 H6 Pro 将有超级混光、光学变焦、杜比世界等特性。H6 高亮定焦版亮度提升，支持实时无感梯形校正。8月5日消息，吉米 H6 Pro 4K 旗舰投影仪和 H6 高亮定焦版现已上架京东，售价分别为7499元和5699元。目前，吉米两款新品的商品页面暂未公布配置信息，两款新品将在8月8日正式发布，8月17日正式开卖。据此前报道，吉米科技在今年2月份推出了旗舰 H 系列全新产品吉米 H6 4K 版，支持无损缩放光学变焦。吉米 Mavic Pro 鹰眼 3.0 Pro 售价6999元。新款吉米 H6 Pro 将有超级混光、光学变焦、杜比世界等特性。H6 高亮定焦版亮度提升，支持实时无感梯形校正。